56门礼炮，70响轰鸣，仿佛历史跃动的脉搏，述说着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70载春华秋实的拼搏。隆隆炮声，如冲锋的战士，前赴后继，如燃烧的火炬，薪火相传。我们的共和国就这样筚路蓝缕一路走来。正步铿锵，堂堂气，寒光闪耀，凛凛威。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，短短几百步距离，浓缩着革命先烈奋斗的历程。无数苦苦求索、奋勇牺牲的先辈凝望着我们，踩下一个个坚实的脚印。